真没想到这个土豆饼可以这么好吃，特别适合做早餐，你一定要试试。把一个土豆切成丝，打入两个鸡蛋，放半包煎饼粉，搅拌成这样浓稠的面糊，刷点油下锅整理平整，开小火煎至两面金黄，有条件的撒点烧烤料，焦香酥软，搭配牛奶做早餐，太好吃了。